大家好，我是3年2班黄千佩，我喜欢画画，很高兴这幅作品被选上，可以入选艺境天堂优秀作品。我画这幅画是因为我喜欢青蛙，在暑假里我使用水彩再用蜡笔完成的。在做的时候我遇到画错的问题，但是涂掉就好。我喜欢这部作品中的纹路和青蛙，希望你也会喜欢，谢谢。